日前，有媒体目击到谢霆锋与王菲同回王菲寓所，谢霆锋更为王菲亲自下厨，亲密的拥抱和亲面亲吻宣告两人暂许前缘。而在9月1日，就有网友微博爆料表示，自偶遇到了李亚鹏，牵着一个姑娘，地址显示为香港国际机场。据该网友爆料，与李亚鹏同行的是一个年轻女孩，两人还一起牵手去购买化妆品了。虽然网友在微博中写了好像偶遇李亚鹏的字样，但有网友一眼就看出就是李亚鹏，蓄着小胡须，穿着衬衫，与之前参加长城音乐节时候是一样的。